苗族有这么一句谚语，无银无花不成姑娘。苗族姑娘从小就有属于自己的银饰，随着年龄增长，家人们还会为姑娘添置一整套的银饰，以作嫁妆及重大庆典之用。拥有银饰是苗族女性与生俱来的特权，而身着耀眼银装的苗家姑娘也成为苗族面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张文化名片。时至今日，苗家人仍保留着浓厚的银饰文化氛围，特别是每逢重大节庆的时候，姑娘们都会穿着盛装银饰参加庆典。为了迎接当地一年一度的姊妹节的到来，这位母亲正打算为女儿去镇里的老银匠家订购一些银饰。想来你家买东西？要什么东西？要手圈。手圈，像这种是不是？你看，好些。还有其他吗？有的，就是你们喜欢要的，就是我像我姑娘带的这一套，看你喜欢是要什么东西。好漂亮看看。我还想要这个发簪。拿来看看好不好看？看了啊。好看。好看的，好看的就叫老板搞。那姊妹节的我们就得穿了哦。行。妈妈，姐姐这个好漂亮，我长大我也想要一套。好嘞。等你长大了，我们就搞一套给你。喜欢吗？就要，好吧。好。吴水根是贵州省台江县的一位银匠。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跟着长辈学习制作银饰，到现在已有40多年之久。平日里，吴水根喜欢在家设计图文。他的业余时间也多用来银饰创造。和镇子里的许多居民一样，吴水根凭借着自己的好手艺做起了银饰买卖。如今他们一家人共同打理生意，日子过得可谓红火。在苗家人眼中，一个姑娘若是没有一套银饰，就不能谈婚论嫁。一个小伙子若是有一手过硬的打银技艺，则可以不愁生计。到了吴水根这代，这种传统的男女分工的观念开始有所转变。我是一个银匠世家，这个位置是第八代了。这我以后我要想要传下去跟我姑娘。就是我上一代我父亲他们就是传男不传女，传家不传外，就是我希望以后我姑娘继续跟我学习这个手艺，希望她比我做得更好更强。银牛角、银梳子、银项圈、银手帕，几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相对应的银饰搭配。这样的一套银饰大约有30斤重，但对于以多为美的苗家人来说，无论银饰多么沉重，姑娘们的心里也都是甜蜜的。我现在穿的这一套就是我的嫁衣，一般就是在出嫁的时候穿，还有姊妹节的时候穿的。像我这一套还有我就是我外婆祖传给我妈妈然后传给我的。然后你看到我的手镯了吗？一般出嫁的时候要戴9对戒指啊，都会戴很多，这样才显示很漂亮嘛。然后项圈戴得越大就显示你家很富有的那种。然后像里面这个有一个锁，看到没有，这是长命锁，保平安的锁。然后还有头上这些，这个马是我们这边那个女英雄都把它镶在头上，人家才看到，就是纪念我们的英雄嘛。
直到现在，贵州省台江县的苗家人仍然多以手工作坊的模式来制作银饰。就是在这间不足五平米的简陋小屋子里，无水根变出了一件又一件熠熠生辉的艺术品。每件银饰都需要经过繁杂精细的制造过程，就连一个小小的发簪也不例外。为了勾勒发簪上图文的轮廓，现在无水根要把这些融化了的银块打制成直径仅有0.3厘米的细丝。打造这种细丝需要借助一种特制的拉丝眼板，板上分布着直径递减的各种孔眼。无水根从稍大的孔眼开始，一遍一遍地将银块逐层拉细。就在他翻飞的手掌间，发线般的银丝跃然眼前。拉出银丝后，无水根开始用它编制图文。由于苗族没有文字，苗家人习惯将本族的历史穿戴在身上，而无水根正在编制的这只蝴蝶则正是出自苗族的一段重要历史传说。相传苗族的祖先蚩尤是由蝴蝶孵化出来的，所以他们也把蝴蝶亲切地称为蝴蝶妈妈。更有学者认为，只有那些有蝴蝶图样的银饰才是真正的苗族银饰。用银丝勾出蝴蝶的轮廓之后，无水根开始为银饰定型，将蝴蝶焊接在一块平整的银片上。苗族传统技法中，焊接银饰不用焊条，而用一种焊叶。无水根把用银丝编制好的蝴蝶沾上焊叶，放置银板上，再用空心的铜制导管吹火焊接。这种嘴吹焊接的方法火力温和，无明显的焊点，铸银效果浑然天成。而由于火温的高低全由吹出的锋利大小决定，这种手口并用的焊接技法对银匠来说也是一种考验。现在这种嘴吹焊管的古老技法已经不多见了，可无水根始终认为，传统的苗族银饰文化要用传统的技法来制造才会完整。经过一番细细的打磨，无水根手中飞出了一只只精美的蝴蝶。制作这样的一只蝴蝶前后用了将近一个小时。以此为参照，我们不难想象制作一整套银饰盛装的耗时将有多么的惊人。无水根所在的台江县施洞镇的许多人家都以制造销售银饰为生。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楼。如今这里的银饰不仅是苗族姑娘的盛装，还渐渐成为了游客们争相购买的纪念品。以银为节，以银为彩，以银为荣，以银为贵，成为苗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可以说，苗家人对银饰的追求是孜孜不倦的，而他们对银饰的这份深厚情感也与苗族的迁徙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战乱逃亡，千百年来苗族人常年漂泊不定，他们喜欢佩戴银饰于身，人走则家随。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在炫耀自己的财富。然而只有了解历史的人才能够理解，这是苗家无数先民们筚路蓝缕
开山启林的见证。在苗家的谷场上，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头戴银簪、手戴银镯、项戴银圈、身披银衣的姑娘才可以进入谷场跳舞。所以每逢庆典，苗族姑娘们都会盛装出席，将谷场幻化成一片银色的海洋。苗族的银饰文化古老而经典，繁荣而绚烂。在这偏远的地界里，苗家人就是这样自信地演绎着自己的华丽人生。